你现在在哪？我们现在在纽约，我们刚到纽约。这是纽约的第一餐。对，这是我们在纽约的第一餐。我觉得这张这一家叫做 New York Pizza。S U P R E 怎么念 ？Sprima。Sprima 应该是吧？用 Sprimy。对，我觉得这家很嚣张。Google 有2000多个评价。2000多是真的蛮夸张，好男人也输他一点了。他4.5颗星，好男人4.9哎。他真的蛮厉害的，2000多个评价，在这边也算非常非常多。应该是算非常厉害。对啊，他的人是真，人潮是真的一直进来。可是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亚洲人的面。而且我感觉像他这边披萨是都是薄皮的，我看旁边人在吃都是薄皮。对，都是薄皮的。哎，我喜欢薄皮披萨。而且他们的超大片，绝对比我的大，脸大。那他们卖啤酒？有卖啤酒吗？真的假的？有 ，Dude Beer。有卖啤酒，好，这件事好店一定要推荐一下，有卖啤酒都是好店。有，他有卖啤酒。这边是路口。哎，好酷哎！这个是把披萨当做面包卖的概念吗？对，然后他就一直现烤，没了就烤，没了就烤。哎，后面还有烤箱哎。对啊。上跟下披萨 ，upside and down 披萨，不知道什么东西耶。And Hawaii, yes, this one, yeah. And one Hawaii, yes. And this one special one. 啤酒，不要忘记啤酒，你这边没披萨，没叫我啤酒。等一下跟他讲就好，我对啤酒是跟前面讲。好。And I need one beer. Beer? Yes. No, no beer. No beer.没有，他没有卖啤酒。对，价目表上面有写啤酒，可是他现在没有卖。你在纽约第一餐就要吃披萨，你在台湾最讨厌吃的就是披萨。有几样东西就觉得来这边一定要吃，披萨就是其中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点了披萨，点了4种不一样的口味，因为它真的太大，我觉得我们一定吃不完，所以只点了4种。哪4种啊？好香哦！先从它的招牌开始，好，这是它的招牌。这个是招牌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它就写它的招牌。好吃看看吧，感觉有，感觉它是一个实景杂烩披萨。你看有多大？我的妈呀！你看，跟你的脸差。跟脸差不多大哦。它有办法入镜吗？好脆哦！是它皮很薄啦。你在拿之前，它还会帮你送进烤箱。对，它会送进烤箱再烤一次。然后这间店蛮特别的，我觉得它蛮多像是我们这种素人来吃的，原因是它好像不用服务费，对不对？它是属于快餐。对，素食店在美国是不用付小费的。对，然后这4块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点了多少钱？总共19块美金，快点，150块台币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在这边来讲，物价已经算很可以的。嗯，这个料还蛮多，它咬下去第一口的饼皮是脆的，是会卡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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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我以为会很咸，可是吃起来不会，就是蛮刚好的。它里面就是有一些肉啊，然后有一些香料，然后一些这是像香肠还辣肠之类的，这有一点点小辣。嗯。可是我觉得辣度是我很可以接受的，这个吃起来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给到7分。哇，这么高的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再吃这个吧，小朋友每次来都一定要吃的夏威夷。那肉就是你可以吃得出来肉感，就是它是真的肉下去切的，对，跟我一样有肉感，对，真的有肉感。然后它的起司撒的非常非常多，可是它的起司跟台湾吃的披萨起司不太一样，那个味道比较重。哎，两位打完这场吃披萨喽？对呀。老爸说，大家说这个很好吃，说一定要点。他你的？他这个蜂蜜是烤完之后才淋上去的。哦，真的哦？对对对，我刚刚是看他烤完之后才淋上去。我看有人推荐这个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不会说，它里面会辣，里面会辣，对，然后上面是蜂蜜，这不好说，很神奇的味道，不会不好吃，就是，我这不好说，不会说，不好吃就不好吃，不会不好吃，就是蛮特别，因为它吃起来，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蜂蜜味，
整个嘴巴都是蜂蜜味，然后再来你会吃到饼皮脆脆的那个味道，接下来那个辣度胡椒味就跑出来，然后在你的嘴巴里蔓延开来。可是这个口感很像你吃了很多种食物才会一在一起的那种味道，因为它就是奇怪的组合吧，我很难解释。最后一个白披萨好特别哦，白色的感觉，就是上面是奶油跟起司吧，吃看看。感觉这可能比较清淡一点，里面有一层像马铃薯，里面有点有点好吃哦，等于是马铃薯起司跟一些 cream 对吧？对，好特别、哦。它是里面味道最淡的，这个感觉当早餐也可以，就是蛮平，比较平淡无奇的一块披萨。可是这里面呢，所有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特招牌，对 ，special。我觉得这是最好吃的。我们要吃晚餐了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亲爱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有比我好吃吗？不好说，对不对？这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不一样。你不好吃。你觉得纽约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很贵。就是很贵。我们刚才买了一瓶大瓶的矿泉水。四块美金，一百多块才，有点贵。四块美金，而且是这边最便宜的哦。Four。你还有什么其他印象吗？就是觉得跟电影里很像，该脏脏的地方有脏脏的。然后一直按喇叭。对，大家都脾气蛮不好的，他们的喇叭是好像真的没什么停过。对啊，一直叭叭叭叭，这边好像跟大陆有点像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按，我觉得每个国家按喇叭的定义是。对啊，那今天我们住在前面威斯汀时代广场。今天纽约第一餐的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对，可是是美国的第二餐。好了，月月的阿姨，好了，老板的飞机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板飞，你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又有没有订阅哦？我们明天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Set my world on fire